我们备案算了，现在情况非常危险。大哥呢？他该不会……先想办法逃离这个地方。不，我要去找大哥！天，怎么搞的？这时间也太短了吧！袁家戏桌可是跟我们长期合作的戏队，这么短的镜头，袁家学弟妹是要怎么认识我们戏桌呢？ 编剧，编剧，导演，我在这。赶紧改剧本，要突出这个戏队特色，还要教台词。可是导演，我们这次警匪枪战片呢？枪战片怎么啦？你这编剧还想不想干啊？加两句吧，加两句吧。我们备案算了，现在情况非常危急。大哥，他该不会……你放心。 大哥已经被高师大弟弟戏桌人安置在安全的地方，那就好。高师大弟弟是戏桌最强烈的，不仅有猎球的空间宽敞跟挖明亮，有帅气的队长、亲切的学姐，更有耐心教导的学长们。但大哥在那里一定没有问题的哦。这太不自然，太生硬了，而且戏桌最重要的特点没有表现出来。编剧，编剧，导演，我在这。快去改剧本，要把队上的特点也表现出来。 最好是要有可爱的学姐跟帅气队长的照片。是是是是导演。我们备案算了，现在情况非常危急。大哥呢？他该不会……你放心，我已经将大哥交给自然哥保护了。曾爱为高师大弟弟戏三年级，血型O，加入戏桌第三年，现在学弟妹无可亲切，更是队上女支柱的得分主力啊！ 宋德进，高师大弟弟戏二年级，血型O，加入戏桌第二年，为本届队长，犀利大球，总是让对手措手不及。哎，自然倒是挺自然的，队上的特点也有所表现，但是还不够吸引人。还要吸引人？你疯了？对啊，我们之后要把影片放在新生周会上面播出来，还要放在网络上面。 做广告呢？不吸引人怎么行呢？那要怎么吸引人呢？这个简单，现在没事八点档跑这里不是很红吗？加点跑少体，加点嘶吼的感觉。导演，我喉咙哑了，没办法咆哮。没关系，我来。我们备案算了，现在情况非常危急。大哥，他该不会……我们先想办法逃离这个地方。 难不成大哥死了？哈哈，大哥，你竟然还没死！你以为我这么容易就被干掉了吗？自从我去年加入了高师弟弟，我每天在思考到底要加入哪一个戏队。但是最后我发现，原来戏桌才是我最想要的。为什么？发现这里的学长姐人都超级。 学长姐都这么细心的教导学弟妹，学姐更是不用说了，又可爱又有耐心，一起练球的我，处境根本突飞猛进啊！你看看，这又大又广又高又宽敞又干净的学长，不对啦，是又大又广又高又宽敞又干净的练球空间啊！这么好的空间，不用真的可惜。 最后，只有戏桌才有冷气啊！快去加戏桌啊！